赵，来，喝点水。哎，谢谢局长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个博阳医院有没有熟人？有啊。您是说什么样的人？是医生、护士还是药剂师啊？什么人都可以，只要是跟你熟的。还真有，有俩护士跟我关系还真不错。啊，您别误会啊，我们都是正常关系，他们是我夫人的朋友。我知道啊，我的意思是呢，博阳医院咱们一个一个的查呢，比较费劲，动静也比较大。我想，能不能暗访、暗查？当然了，这得是咱们自己的人。您是说，让他为我们办事？对啊。行，这事交我了。哎，我问你啊，这个周雅露的事情你查怎么样？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啊。是，再查，再查，一直都在查。那局长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要抓紧啊！啊，是是是。喂，我是靳轩。我女儿的眼睛能治吗？哦，能治，当然能治。程局长，我谢谢你，还是不劳你大驾，我还是请您把我的女儿还给我，我自己给她找医生。靳先生，我也想把你的女儿还给你。程局长，不要跟我说这些用不着的，啊，咱们都是明白人。我可以把军火给你，我不要钱，我现在只想要我的女儿。是这样，季先生，实在是不好意思，你的女儿呢？怎么跟你说呢？她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劫走了。我现在就是想拿她来换你的军火，我都换不成。这个事情，程局长，我女儿还小，请你善待她。哎，喂，喂，哥，他们现在什么反应？想要我的坐标，他们还想抓我这个人。他们既然想这么干也没关系，我们再想想办法，再跟国民党交易，拿到了钱我招兵买马，我灭了他公安局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女儿抢出来。杨建玲还疼不疼啊？真乖。叔叔，我们什么时候去找爸爸？我们把早点吃了，我就带你去找爸爸，好不好啊？说的那个人可靠吗？绝对可靠，我拿性命担保。宋红玲突然意识到自己疏忽了一件事：医院摔死了公安，城墙司机被杀，金玲失踪，对这一连串的事情，自己必须做出反应，不然太容易引起怀疑了。他应该立刻给城墙打电话，不，最好亲自去。
我现在已经下令加大重点区域的搜查力度，我尽快的找到金陵。我知道我太大意了。好，我会尽快的。为什么宋红宁一直没有打电话来询问金陵的去向？这个时间他应该已经到了医院，并发现金陵失踪。程强突然有一种不安的感觉，医院内部有人通风报信，从时间上来看，宋红玲也是有可能的。只要有一丝可能，就应该核实一下宋红玲昨晚离开医院以后的行踪。喂，给我接侦缉队，武征，是我。你现在马上给我查一下，昨天晚上8:50，我在医院挂号处接的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？快点啊！万一宋红玲今天没有去医院呢？那同样是有疑点的。不行，必须去医院看个究竟。报告，进来。局长，商会的宋会长找您。请问进来。是。程局长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是这样，我刚到医院，发现小铃铛不见了，护士说你把人接走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先坐，来。啊，我给你倒点水。不用了。小铃铛她怎么样？我也不知道。你也不知道，什么意思啊？我昨天离开医院的时候，他不跟你在一起吗？我实话跟你说吧，昨天啊，他被国民党特务给劫了。特务？特务为什么会劫一个小女孩啊？事情很复杂，一时半会儿我也跟你说不清楚。我明白了，那些特务不会对他怎么样吧？不会的，只是把他当人质，暂时还没有什么生命危险。不过这事儿你放心，他在我手上丢的，我一定会把他找回来。报告，局长，那个事儿我……你等一下。对不起啊，苏小姐，你稍微等一下。什么事儿？没事儿。出去。哎。那个宋小姐，昨天晚上医院出事儿，没下着御寒吧？没什么。他一直傻睡着，谢谢关心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没了。这个愣小子。昨天晚上，医院死了一个警察，那医院是不是已经不安全了？不会的，这个事儿我已经派人全力追查了，即使医院里混进了国民党特务，也不会威胁到医生。还有患者的，我知道有些事情不能问，但如果有什么地方我可以帮忙的话，你尽管说。你放心吧，有事儿我会找你的。啊，我接一下电话。喂。喂，局长。啊，明喜啊。说，电话确实查着了，电话是从宋家打来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以后像这种事情你自己处理就行了，不用给我打电话，好吗？虽然电话是从宋家打来，但如果宋红玲跟劫走金陵的人有牵连，一定不会露出这样的破绽。宋红玲昨天从离开医院到打电话中间隔了50分钟，而正常情况下从医院到宋家只需要半小时，剩下的20分钟她做了什么呢？你喝点水。谢谢。
昨天你打完电话之后啊，发生了很多事情。你看，我的司机遇害了，小铃铛又被劫走了，都乱套了。对了，我那个司机遇害那个地方，离你家很近啊，叫玉河巷。玉河巷，那是条小巷子。我回家走大路，不经过那儿。不过听你这么一说，倒真是有些后怕。是啊，昨天你也回家晚了，我还担心怕出了什么事情。我绕道去泰丰年，给我爸买了些红肠，他喜欢吃那家的。我应该跟你说一声，让你担心了。没事，只要你没事就好。那我告辞了。你再喝点水啊。不用了，我得回医院，还有事儿。哦，好，你要有事儿就先去忙，这边你放心，一有消息呢我就马上通知你啊。但愿还能见到小铃铛。一定会的。哟，大小姐回来了。王叔，我爸和锦绣呢？老爷在书房练字呢，姑爷上午就出去谈生意，现在还没回来。锦绣还没回来啊？没有回来。啊，你去忙吧。哎。宋长官，静玲呢？杨长官呢？报告长官，杨长官带着小女孩出城去了。出城？出城干什么？杨长官要把小女孩藏到城外去。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我们以为您知道。什么时候去的？早上九点钟。这跟二狗子一块上山的，你不说大概也知道你是什么人。你就不怕我把你交给共产党立功领赏啊？大当家的是个明白人，知道国军迟早会把共军赶出哈尔滨的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宋家大小姐和姑爷吗？哎，你看看他穿哪身衣服，法国货，真是有钱人。叔，你跟我爹是拜把子兄弟，又是看着我长大的。这次我上山是为了报恩的，一切都是为了您好啊。你下去吧。行了。现在就我们几个人了，说吧，这箱子里啥玩意儿？哟，这活的还是死的呀？活的，天黑就行。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想让你们帮我们保管这个孩子。简单？我看这事儿不简单。共产党也在找这孩子吧？是啊，叔，正是因为找得紧，才送到您这儿来的。按规矩来，事成之后还有一半。这区区几根金条，就想让我跟共产党作对？杨长官。这买卖，我得掂量掂量。共产党现在就是腾不出人手来，就算你不想跟他们作对，反过头来，他们也会来收拾你们。
但是话说回来，等国军来了，我可以保举你和你的兄弟们整编成为正规军，发枪、发证、发军饷，这话怎么样？叔，这都是为您着想。成，我就看二狗的面上信你一回。说吧，这丫头什么来头啊？这你就不用管了，我就两个要求：第一，帮我看管好这孩子，我随时来取，少则几天，多则一个月；第二，不许让这孩子见到任何人，也不许跟任何人说我来过。这您就放心吧，不是我夸海口，共军就算来两三千人，都打不下我这个寨子。那就麻烦您了。外面兵荒马乱的，我就不送了。嗯，大哥，把箱子给我抬下去，好生照顾，别让人给我跑了。是是。出来了，别藏着躲着了。一个小丫头值那么多钱呢？你都偷听到点啥了？您放心，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三叔，见者有份儿，两根金条分我点儿呗。去去去去去，关你啥事儿啊？就你有肉吃，我还不能喝点汤啊？你就不怕哪天我一不小心把这女孩卖到金宝楼啊？我会跟你说啊，甭打那孩子主意。你呀，早晚一天折在钱眼里。说送你一句四字真言吧。哪四个字啊？甭瞎折腾。来一斤腊肠。好嘞，先生有点眼生。我是慕名而来啊。哦，那多谢照顾啊。到我这边来买腊肠的呢，多半都是住在附近的熟客。啊，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宋会长啊，宋老先生也喜欢吃你们家的腊肠。可不是嘛，昨天呢，宋大小姐在我这里买了不少呢。好，好。那我就是有口福了，好好尝一尝。好啊，欢迎再来啊！哎，再见。好，好走。我绕道去太丰年，给我爸买了些红肠，他喜欢吃那家的。你回来了，你都知道了吧？你把小精灵送去哪儿了？二龙山呀，有个叫赵宝全的土匪头子，人在他那儿很安全。现在我们就等金宇轩一个电话了。你为什么要把他送走？你知不知道现在全城搜捕，你们这个时候出去很危险。可是人在咱们这儿，我更不放心呢。为什么？你成天就惦记给他换药，我担心你暴露。那你就先斩后奏。那怎么着？按家规处置我。没有下一次。
怎么样？赵副局长，别来无恙啊。周雅露。对，就这个就是我，你的逃犯。哎，露露，哎，露露，哎，我跟你说，我知道你在生我的气，真不是我派人抓的你，我那也是奉命而为呀。哎，走走过场，应付应付共产党啊，你是了解我的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正想找你解释解释这个事儿呢。别蒙我了，我泄露了你的秘密，你就没有被问罪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我跟你说啊，反正泄露的也是假情报，共产党那帮人他从来也没信任过我呀。活该你这个缺心眼儿的。不过我现在倒是可以给你一个邀功请赏的机会，就是不知道你敢不敢信。我知道你们要找的那个小姑娘在哪儿。那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这你别管，想要情报一根金条，现在就到卡秋莎咖啡馆来，我等你。好，这个情报我要定了啊，你就跟他等着我，我马上就过来。嘿，这就是你的正事啊。哎呀，就是和那个小萌去约会的。什么情报当我不知道呢啊。哎呀，赶紧走。行了，妇道人家，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。行行行，待着吧，待着。你是说不清楚，你这个骚妇女偷话。你说什么呢你？我哎，老赵，你耍我是不是啊？是你耍我在先，带走。是，我老赵，你放开我！快点！混蛋你！你混蛋！怎么样？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吧。赵露薇，你个王八蛋！谁王八蛋？好心好意的约你出来，什么好心好意？骗我！你还给我铐上了！嘿，你给我解开！不解！解开！不解！干什么呀你们？干什么？周亚露！赵露薇！你看看这什么地儿，这是公安局，你还撒大泼？嫌我撒泼了是吧？啊，好啊，当初去金宝宝找我的时候，我怎么这儿好那儿好，我什么都好啊，我现在嫌我了你啊？赵露薇，好啊，你翻脸不认人呢你？说完了吗？我问你，那个小女孩现在藏在什么地方？哟，您就是程经理。坐下。要我说，可以，不过你得先答应放了我，不然就是打死我，我也不说。好，打死你，你也不说。周亚露，我要是把你放了，我上哪儿去找你啊？我守信用啊，不像有的人，说一套做一套。王八犊子！周亚露，你想好了，你现在在我这儿，你有资格跟我讨价还价吗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要么你就不说，咱们新账老账一起算，我就让你把这个牢底坐穿；要么你就信我程强一句话，你把话说出来，我也许有机会还能放你出去。重新做人。那你先放了我，
我怎么知道你讲不讲信用？来啊，把他给我带下去。没有我的命令，谁都不能见他。是。我这，哎，陈局长，我说，陈局长，我说。小姑娘在二龙山上赵宝全的山寨里。你怎么知道的？赵宝全是我三叔，我当时就在山寨里，我亲眼看见那小姑娘的。是谁把她送上去的？周雅露心里很清楚，杨景秋是国民党特务的这个情报，宋家一定会花大价钱来买，但共产党却给不了他几个钱，所以他决定对程强隐瞒这件事。没看到，我看到那小姑娘的时候，送她上山的人已经走了。你好，我是宋红玲。宋长官，我们可以继续交易了。明天上午10点，你把钱给我带到。没问题。但你也知道我的工作很忙。这样，明天这个时候你再打电话给我，我告诉你时间和地点。你们定的地方，我是不会去的。是吗？你女儿现在跟我在一起。我明天一起把她带过去，您看这样可以吗？我的女儿，我的女儿在哪儿？我当然知道。但是宋长官，我提醒你一句，不要再拿我女儿开玩笑，到时候可就不是几条人命的问题了。这样吧，一个小时以后，您去趟五福茶楼。进门以后，右手边第一张桌子，我会在那放点东西，您看后再做决定。还有，我们把你女儿藏在一个很隐秘的地方，您的一举一动都会关系到她的安危，还请您小心。再见。全占山为王，占据高点，况且手底下还有两三千好人，易守难攻啊。就算咱公安局的人全部出动，也拿不下这龙山。我看还是向民主联军求援吧。绝对不行啊，现在前线吃紧，咱们的野战部队怎么能回来打土匪呢？再说了，我们公安局的人全都去也不可行，如果清朝出动的话，这敌对势力要趁机捣乱的话，我们会很麻烦的，强攻肯定是不行。那您的意思是，乔绝？但是这帮土匪个个都是顽劣之徒，毫无情理可讲，除了钱他们一概不认，巧取也会很难的。你放心吧，我在想，我带上一小队人，不拿枪，去跟他们谈，我觉得这个事儿八九不离十。局长，这不行啊！您可得三思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跟您说，你听我说，老赵，这帮土匪啊，其实就是一帮农民，土地被地主霸占了，没有活路才当土匪的，没有像你说的那么穷凶极恶，跟他们讲道理是讲得通的，对不对？我一定会把金玲给你带回来。哎呀，不是局长，真不是闹着玩的，你得好好想想，你得三思。你放心，这个事儿我一定好好想想。好好好，好好想想啊，真好好想想啊。
程强没有跟赵露薇开玩笑，赵露薇不了解土匪，程强是了解的。当年在抗联打游击的时候，他就多次代表部队跟土匪打过交道，知道只要有合适的条件，土匪也是可能合作的。可现在的问题在于，他两手空空，又拿什么条件去说服土匪把金陵放了呢？怎么样？你放心，她还安全。想要女儿，就拿坐标来换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但是你们千万不要吓到我女儿。我们不会无谓的伤害一个小姑娘。我会把你女儿原原本本的还给你。但你给的东西，也必须货真价实。否则的话，就另当别论了。时间、地点，明天中午12点，你到太古街清平巷口，我会开一辆黑色轿车在那里等你。我们直接去军火埋藏点，先验货，后放人。我要先见到我的女儿。那是自然。我们会带他一起去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原以为金宇轩只是个为钱奔命的，看来我们错了。终于摸着这老狐狸的脉门了啊！明天清早，让薛坤他们上山接金陵，12点之前交到我们手上。好。程强左思右想，也没想出一个说服土匪放人的好办法。这些土匪虽然以前大部分是农民，因为没了别的出路才落草为寇，但是在利益面前只讲道理，恐怕解决不了问题。程强在长期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但这一次他是真的犯了难。去下。爸，爸，家里有客人啊。哎呀，红莲啊，锦绣，你们可回来了，你们的朋友都等你们半天了。事情不都谈妥了吗？你也太着急了。生意上的事儿，我从来不往家里带的。那就是说我金某人唐突了。是的。
宋会长，见谅啊！瞧你这话说的，丁修，你这个朋友虽然是搞古董的，但人不古董啊。我们爷俩有缘，聊得可好了。那都是宋会长对我的抬爱。金先生，货不在家里，我们明天看货好不好？您先回去。明天。明天。老爷，晚餐好了。啊，好。哎，金先生，晚上要得空，一块留下吃个便饭。恭敬不如从命，那晚上我就陪您好好的喝两盅。爸。爸，我之前给您的药您还没吃吧？那药必须饭前吃。哎呀，红玲，是药三分毒。景修的朋友来家了啊，想喝酒，再说药的事儿。哎，你们等着，我去拿瓶好酒去。那我今天晚上一定陪您喝好。好，好。哎呀，多可爱的老人。你想干什么？你说呢？我警告你，不要打老爷子主意。你们怎么对我，我就怎么对你们。别以为现在我们不能把你怎么样。枪声一响，鸡犬不留。金先生，事情已经谈定了。女儿我要，金条我也要，少一样。就不用再说了，这个事儿我自己心里很清楚啊，我有数了。您既然清楚了，您就别去了，太危险了。您一个人，对方是几千人的土匪窝子，太危险了。对啊，正因为是几千人，你好好想一想啊，把全公安局的人都集合在一起，也打不过人家，所以必须咱们以少胜多，以弱胜强，什么事儿动动脑子。
就在某一天，你忽然出现，你清澈又神秘，在贝加尔湖畔。你清澈又神秘，像贝加尔。